我倒是希望他们俩来的，来了的话能够说清楚，义正言辞的直接的说清楚，同时也告诉他们，养父养母对于我远远胜过于你们对我的生命之赐。来，请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按键旁边。瑶瑶，其实很清楚，他们今天俩来或不来，你都可以表露出自己的观点。不同的方式是一种是通过镜头，一种是直接来表露你自己的坚定的立场。好，来，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看看瑶瑶的亲生父母会不会来到现场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精锐珍珠提醒您，稍后继续收看《完美告白》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栏目呢，其实还是由你亲生父母的联系电话，是他们拜托我们转交给你的。虽然我恨得咬牙切齿，但这是你的权利，怎么处理是你自己的决定，我把它交给你，好吗？但是这个信封我不会打开。你自己看着处理，我相信你能够非常正确的处理这种方式。同时，我们会通知你的亲生父母看这期节目。可以，我就通过这个平台告诉他。瑶瑶，现在你可以通过镜头跟你的亲生父母说出你与他们之间关系的决定，好吗？好，来开始吧。我很感谢你们当年抛弃了我，发自内心的说，我不会恨你们，因为不是你们当年抛弃了我，我不会遇到我现在的这么好的父母。在这里我也要跟我的亲生父母说，请你们以后不要来干涉我的生活，我和我弟弟会过得很好，我们会有踏过困难坎坷的那一天，我希望和我的弟弟一起去经历这些磨难，经历这些困难，我相信弟弟，我会把他带大养大成人，将来有一天他也会是一个坚强善良的一个大男子汉，所以说请你们不要来跟我相认，离我有多远就走多远。所以在这儿我也要跟他的亲生父母说，当初是你丧失了人性把他抛在荒郊野外，如今你也没有必要到这儿来装圣人，好像此时我要挽救你于危难之中。如果说今天你会这样做，你早干嘛去了？想要平复自己的创伤，其实没有那么容易，那是你自己造下的孽，所以就用自己的双手去赎回。但是不要打扰瑶瑶的生活，因为养父母给他很多的坚强，这就已经足够了。我如果你真的有愧疚，多做点善事吧，啊，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我也希望认识我的人，电视机前的观众，还有我的亲戚朋友们，都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。我想等到带弟弟长大之后，当他某一天看到这个节目之后，他会明白我的良苦用心。我是觉得有一点是可以理解的，就是爸爸妈妈的离去是已经离去了，那么爸爸的事儿你可以跟他说清楚，
但是因为姐姐还活生生的在我身边，是我唯一的依靠。如果把活生生的姐姐的身世也告诉她，她会真的觉得自己没招没落了，抓不住了。其实我还是挺赞成，暂时还是不要告诉她，在她成年之后才告诉她，我们本不是亲生姐妹。行吧，那我们就一起承诺瑶瑶啊，录完这期节目之后，但凡是谈到此事的时候，咱们都略过这一节。我们所有的人都为了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，共同的来保守这个秘密，不要说出来姐姐不是她的亲姐姐，因为她现在就剩这么一个姐姐，也算是对于一个孩子的保护和爱，好吧。行，我们承诺你，她没有产生仇恨，她产生的更多的是社会给予社会更多的爱和承担起对于弟弟的责任。你不错，你此时在我心中特别的高大，虽然你是个弱小的女子。我养父母从小对我都特别好，我抱回来之后。来送给他那对养大他的父亲和母亲。弟弟那么小，爸妈不在了，又知道我不是他亲生姐姐，因为我现在就是弟弟唯一的天，就是他唯一的依靠了。你虽然在我们面前特别的坚强，对任何困难都勇于面对，但是也许你心里最柔软的就是你弟弟了吧。我真怕你待会儿跟弟弟在一起告白的时候你说不好，我怕他说那秘密的时候啊，这弟弟接受不了。有这个心理准备，因为瞒太久的话对弟弟以后成长也不是很好的一个因素。我希望他不要去恨爸爸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开启一次告白时门，看弟弟会不会来到现场，好吗？来，再次站到按键的位置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做好准备了。如果弟弟不能接受，你打算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安慰他？只能告诉他事实，不管他这次接不接受，还是要告诉他真相。你做好了这一辈子都与弟弟相依为命。因为我就是弟弟，虽然说爸爸妈妈不在了，我就是他以后的父母。我要报答父母20年的养育之恩，也是我父母对我的期望。你要知道，你有了这个弟弟，跟弟弟一起相依为命，将来你的生活和普通女孩的生活大概是不一样的。你没有太多的时间去谈恋爱、花前月下，你甚至在选择自己丈夫的同时，也要考虑到自己弟弟的因素。你从此既是个母亲，又是一个姐姐，而且在将来的人生道路当中有很多困难需要你自己扛。你做好准备了吗？来到这个舞台我就已经做好了前所未有的准备。
好吧。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你要长得比姐姐还要高，所以说以后你要保护姐姐，现在我保护你，以后你保护我好不好？好，你要坚强，我善良，在学校听老师的，也要好好读书。嗯，爸爸妈妈希望你以后考上大学，姐姐没有把大学完成，你以后要把大学完成去。你不能辜负姐姐对你的期望，还有爸爸妈妈的期望，好不好？好，听话。我们今天来北京，我到时候带你去看北京天安门。嗯，去带你去看故宫长城。以后你想要什么跟姐姐说，姐姐一定会满足你。这个你要记住，你不是一个人，以后我们相依为命，我就是你一辈子的依靠，这辈子你跟我分不开了。嗯，任何人都分不开我们。我只希望你听话要懂事，也不要去恨爸爸，怪就怪姐姐没告诉你事实。我一直瞒着你。
也很对不起你。爸爸一去世了，一直没把这个事实告诉你。你以前是觉得爸爸去哪儿了？打工。但今天姐姐告诉你这个事实，你心里是不是特难受？嗯。你恨爸爸吗？不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从小到大一直照顾我。你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？记得。如果现在要你跟爸爸说几句话，你会跟爸爸说什么？就看那个镜头，看那儿。爸爸，谢谢你，你一直照顾我，要谢谢你，我考上大学，我一定要考上大学。那你会跟妈妈说什么呢？妈妈，我谢谢你从小到大一直照顾我，我也会一定。我会考上大学的。你会听姐姐的话吗？嗯。以后听姐姐的话啊。嗯。一定要实现刚才自己说的话，一定要考上大学。要跟姐姐以后两人相依为命。同时，这个瑶瑶啊，要记住我的话，你可以在当地申请一定的社会的救助。我们国家有这样的政策。同时呢，其实也可以申请一定的学业的帮助，学校对于